摄影师认真一点。是。摄影师现在拍起来有为难吗？哎，不会，有画面很好看哦。真的吗？那你、你现在有对到我的本人的焦吗？哎，有，这里，这里，对、是这个吗？你在对这个吗？哎，嘿，嗨，三立新闻网，我们今天这个阿甘大明星现场直播正在 live 当中。那今天因为就是现场工作人员不够，所以我的来宾现在在长进。那你现在看到画面，不管是有没有焦距，或是你会觉得说在画质上，还有在那个镜头的定格上，好像不是跟你常看到的那种状态是一样的。比方说他一直在晃或干嘛，那是因为他现在正开心的自己在抓一个他想要进来的时候大概的位置。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已经预告过了，所以大家应该非常期待他终于出唱片，今天现场还要唱歌给大家听。那没有人是骗你的，现在有手的人借给我，好像也听不到。好，哎，你自己拍手自己走进来，这样你会介意吗？不会啊。哦，好，那就麻烦这个来宾自己掌声欢迎自己来到现场，欢迎小雨。有，我们还是有摄影师。哎，嘉贼，嘉贼。Sorry。哪呢 ？Sorry， 一来就拆台。没拆呀、没拆呀、这是。大家好，我是小雨，宋烈宇。好。哎，你很忙哎，最近。对啊，刚才才刚。帮你长进，不要这样说。然后你每天就是只要打，就只要有网络、有手，就是有电脑啊、有手机啊，对，就每天随便打开都会看到你在任何一个平台突然就直播了。因为连你去看电影都在直播。对，昨天去很临时起意，那是昨天。谁帮你拍的？是同事啊，他还是对他，是他，对，他有一直在帮你设计耶。有吗？然后还有人在跟你说爆米花，爆米花，就是旁边大家很热情。哦，对，昨天那个没有，因为那个昨天是跟那个老肖，还有他就是乐团一起去看，我觉得看那个片很好看，这样我也可以去看，是一个 X Japan 的纪录片。哦，有听到那个，那你比较关心你最后有捐内裤来参加今天不行萧敬腾的什么拍卖吗？内裤味道太重了，不要这样，你可以先洗好。但是老肖跟我说，但是有些人就喜欢那个味道，感觉另外一种味道，是感觉，对对，意识形态的那，你懂那个意思？对，就你是一个创作人，就是很多东西会刺激给别人不太一样的那种生命形态。我不知道我还能够聊这一块聊多久、啊。我觉得可以啊，我们可以一直无限延伸的聊下去，这也是一种灵魂的救赎。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么说。对啊，那你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没有去参加他那个拍卖的意思？他现在开始了吗？他没有那么快，还没。所以你待会要赶场。我不知道哎、要看时间，看时间。不过今天小雨来，就是大家很开心。谢谢谢谢。真的，就我刚刚就有一个同事就说，我说哎，我今天要去直播，那我就说今天来宾小雨，他说哦小雨，哦他不见很久嘞，这样子。对对，我说有他出来了，你今天可以到现场来看他。哦，真的吗？他有来吗？他有，但不能跟你这样说，因为有点没礼貌。他说他以为你不见了。不过我没有不见啊，但是真的是有一阵子没见了，五年了、五年，上一张专辑离这一张五年了，五年、然后五年可以做很多事哎、如果生一个小孩都五岁了，差不多，对啊，那个，但我不是做那个层面的事情，对对对，不是那个餐厅老板就跟你长很像那个，都当爸爸了，大家以为这张专辑是他的，五岁了吗？但是还没，还没了，但他做的这件事，哎，对啊，你被这个小小误认的小故事。在这次里面是成了一个很特别的花絮，其实应该不算误认，我觉得你两人，你两人有什么特别的？我不知道，其实哎呦，不要开玩笑讲，开玩笑，应该是说我其实跟阿伟本来没有那么熟，我以前就这么觉得，是，只是一直都没有拿出来说，是因为我们是没有不好意思，我知道您是客气的人，对，不想要觉得被好像你在炒作话题什麼的，或者是对这样对人家不好，不好意思，对，后来发现就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他有一次在脸书很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推荐我的专辑，是，我就是看到他这样子写上去，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好大方哦、然后他这样帮你推荐专辑，我想说，你这个。你的这个作品，但很显然就是得到了那个很多同业的背书，那表示你的歌声一直以来就深深的受到很多人的肯定。谢谢。但这件事情还是远不如让你自己可以在舞台上得到更多人肯定啊，或者让更多人喜欢你的歌这件事来的，更刺激一点。怎么说？当然，那很直接的，那是很直接的反应，最真实的。所以你会有一个跟大家有直接。接触的时间，你可以先讲一下嘛？你那5月29号是要五月二十六号，一个我的同在新歌音乐会，他已经
票很早卖完，真的没想到，所以我现在走到哪里都是真的跟。那你有要做什么其他加场的安排？公司都在安排，很积极。那就是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嗯，好像还有一次最后的抽票机会，因为有跟一个平台 KKBOX 一起听，那个是最后一个抽票的机会。然后不要去买来路不明的票，对，那个真的不好。大家普遍听到你的歌声啊，就是说温暖啊，感动啊、嗯、那你真正喜欢传达给大家的是什么感觉？都有啊，你刚刚讲那个都有。然后我觉得上一张专辑也是有这样子、嗯、只是经过了五年，包含了这些以外，我觉得还多一点点男人吧、哦、男人味，男人男成熟一点的角度去看同样一件事情的态度，因为讲出来的思考啊可能都不太一样。有对对对，包括那个歌名也就比较稍微成熟一点。同在这个歌，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张专辑跟以往专辑最大的突破，包括整个编曲，包括想要呈现的专辑的野心，或者是歌词的层面。有这次就一些我们比较外行人说的，我们听到的那些所谓的混音技巧，好了，我们这样说、哦、是是是，就概括的这样说，就是有感受到你这次做了很多特别的安排。那每首歌每首歌应该都有一些你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就同在这件事情、啊、这首作品好、嗯、哼，你在这件音乐专业的这件事情上、嗯、你有做了什么跟以往你特别不一样的设计？首先编曲它就是我比较以前少尝试到的，它是比较电子曲风的编曲，而且它是我找一个编曲家合作，我喜欢他很久，欣赏他很久，然后第一次合作就黄少庸。哦，是，对对对，他知道你很喜欢他，他知道，我都叫他大师。对，但是是潮湿的湿、哦、没有，这是音乐人之间的小秘密。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应该不只是这首，我觉得整张我找了很多蛮多的，当然也有自己编。我觉得要表达的是，真的要很感谢跟我一起完成这张专辑的所有的，不管录音师、混音师、编曲家等等，因为那些人是我，这些人是我遇过全世界最有耐心的人。对，因为这一次我给自己压力很大，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第一次制作自己的专辑，因为平常都是做别人、哦、你都帮别人做，帮你那个好朋友啊，就是这次。一起也帮你做很多站台的，对 对, 對，我的信老大跟阿令，有，然后大家都在你的调整之下，交出了一个很好听的专辑，这样子。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这些同事们。不会啊，哎，还有一群人更幸运啊！之前你去当那个歌唱，算是素人比赛的哦，那个对不对？星光大道，对对对。嗯对，那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当评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No， 那我刚开始其实很抗拒的。为什么？因为觉得自己应该是说还没有太多的，要怎么讲？正确的，好像是说去教人家怎么唱，太客气了。没有没有，真的，因为旁边不要用正确嘛，但只要有一种想法分享也很好啊。后来我的心态就是很简单，就是去很认真的去听每一个人，每一个参赛者，因为我觉得坐在那边就是一个责任，我自己的想法，我看得很严，比较严肃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是抱着自己很大的梦想来，所以我必须要坐在那边很认真去听。那毕竟是节目，可能他有一点点要不要要让人家轻松，不要让观众看好像压力很大。我明白明白。对对啊，然后我那时候抗拒的原因是因为，我坐在那，然后我旁边是，唱歌非常经典的辛晓琪、小琪大姐，对，然后桃子姐，然后有一集还有罗大佑、大佑哥，有那集我看到。就我的那种意思，压力来自于，比如说大佑哥喜欢这个参赛者，我如果真的不喜欢，我能说嘛？你知道？哦，我懂。对，我评审比较主观嘛，就是、啊、都是在那个当下的。对，所以自己就是会比较纠结一点，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到蛮好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次看了每一个不同类型的音乐演唱者，然后把它当演唱会在看，而且你也可以得到很多，在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热情。而且那个感觉就是你刚刚讲一些事，让我想说，哎，就是别人的梦想在你的手上，要得到一些评价，没错，还有可能就会因此更好，或他也会有一点点被我影响低潮了或什么的，有可能，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因。听你刚才讲那些话，就是你很有一些将心比心的温暖，然后就很担心一件事或一句话给了大家太特别的刺激。没错，我真的觉得建安哥
可以去当心理学家，怎么说？或者是算命师？我没有，那怎么了？我刚刚有做了，我来讲解一下。不会啦，就是我好好准，是哈。没有啦，就你就是个温暖的人嘛，所以温暖的人今天，其实我跟你讲哦，我们每次歌手来到那个安安大明星啊，嗯、这整个办公室的人，嗯哼，蛮冷静的，是没有没有在，我们是以自肥的心情 ，OK OK， 对对对， okay, 然后特别安排在这个，现在在外面就是下班时间，对，已经有网友问有没有开放点歌哎，我跟你说，我是阿伟，我不会唱歌，但是有开放点菜，开放点菜，大家可以叉烧包，或者给他点菠萝油什么这样。对，饮茶打你立刻跟阿伟还没换line吗？那下次还没好，你们回去再注意这件事。好好好，你可以帮他，就是他那里点歌单送来这边，然后你再帮他点菜，就大家做一种交流。下次可能可以试直播还不错啦，这样感觉很好，而且你们两个应该也可以成为特别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这也就是缘分啊。有对，然后某种概念上的一种就是异地双胞胎的感觉，算是这种心灵应该也有。某种很奇妙的联动哦，我觉得。奇妙当然会有啊，而且我还很好笑哎、欸，就是我分享给家人嘛，然后一度还想要很冲动去问我爸，就是有没有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像，虽然对伯父来说是压力太大，但是你，但是你真的可以自己设计一场那个，在你自己平台直播，你就找阿伟跟你一起聊天嘛，为什么不？还不错。那看时间了、啊，一定可以啊，不然你就去那个。他的餐厅嘛，在那边一起吃饭、对，还没去过，感觉还不错。再找时间。那你到底有没有让人家点歌？来啊，来啊，真的是还没开始啊，就是他们先大家先听新歌啊，先听我们要点的歌。你刚刚讲同在，我跟你大家说，就是听说，对，就是今天啊，因为我们现场这里是三立新闻网，所以这里有摄影机，有记者，就是没有乐器，我们就说那小雨来。可以唱歌吗？小雨说好，所以我们要清唱、欸。清唱啊！清唱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很经常在做的事吗？算是。哦，他给我们自己画。哦，这可以看到网友留言。有，一直可以有。然后他很关心那个，一直有人在画。所以要先直接来唱吗？唱啊，可以吗？那你要大声唱。我跟你说，这个环境啊，我们就不小心造就了很多。大家听觉上的那个意外的享乐跟福气，你看那个人，我要唱歌喽，小雨要唱歌喽，你看，有没有？那么远的地方，同在送给你们。你说你一直想着我，哦，我也是。一路上的黑暗，心会解开，期待那一天到来。哦，我的你，你的我，同在了。Yeah, man. 你看那个穿白衬衫那个男的，哪里？最远的那个，从这边看过去那个，他刚刚你一唱歌，就那个在声音，你一唱歌，对他就不办公了，他电脑突然就宕机了。还是我们一起来直播？小雨唱好不好？长得帅帅的，很帅。对啊，回应一下嘛。你有想要点歌吗？他害羞了，不要理他。要我会唱的、哦。好，你们专心工作，不打扰。不，你不打扰他们是在享受。你喜欢这个环境给你的感觉？声音很好，因为这边很挑高，我觉得清唱声音比较没有那么干。我刚是不是没有骗你？然后你，当然你要自己很有实力。在那个一些网友的传言，那我也不知道是他们怎么会听到你清唱。他说在清唱界你就是一个天王级的哇，这个人生的制造机啊，太厉害了。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everybody.你有什么那个让自己歌声变好的小秘诀吗？没有，练习啦，不断练习。怎么个练法？那么多人爱唱歌。从洗澡练吗？洗澡练，小时候洗澡会唱。那你怎么唱啊？就是你现在假装在洗澡好了。假装在洗澡。对啊，练习一下嘛。就洗澡啊。这种。真的认真。对啊，真的就是这样。一直在这个。
声音状态到对小时候，但是后来好像长大以后就不这么练了。对，因为这个要考虑到隔壁邻居嘛。不要唱，真的啦。对啊，有时候会唱得太忘我，会太大声。好，后来我觉得应该练的最多最多的阶段就是开始进到录音室去做幕后这块，因为那个必须要练，因为每天都来各种不同的很厉害的大师老师啊等等的，然后专业的歌手，那你必须要为他们编曲唱和声编和声等等一切的一切，你一定要，我觉得那个环境很好，就是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时间压力或者是等等的一切一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快速的去成长。你会不会因为在那个一些幕后的工作里面啊，然后因为幕后的工作有些时候情绪太真实，我的情绪太真实，是因为为了一件事情要把它可能做到最好的那个状态，也许会有一些脾气，还是会有一些什么脾气情绪一定有，对吧？那再到那个目前来表演的时候，然后你会忽然间就是会比较束缚吗？束缚？你说在台上唱歌吗？对对对对对。束缚，我觉得阶段不一样。第一张专辑当然很束缚，因为非常的紧张。是。我站上台啊，台下一个人甚或者一万人，我在我看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敢看台下。啊，是哦。对，那。现在不会了吧？现在的束缚比较不是那样子，现在的束缚是，反而看得太清楚，你反而会被影响。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唱得很投入，然后一张开眼睛，然后突然觉得你在滑手机或者什么的。我懂。哎，对，类似这种。那你不要被他影响嘛。现在不会啦，我是比较前阵子早期的时候，在第上一张专辑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现在不会。把那个台上灯打到最亮啊，台下什么都看不到了。一方面是这样，是，然后一方面就是忘我，忘我的唱。对对对对对。感觉这样真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了一个他人生当中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数字，在今年的那个。人生里面，就我刚刚说，你今年几岁啊？然后他好像也没有特别在那边算着这些年龄的问题。但我自己就很无聊，帮他算说你大概33嘞。对，好像是。我说那你11月22号生的。没错。所以你的人生进入一个特别的12233的2017年，就感觉你就是要重新再往上一种步步往上走的感觉，是不是？我认真，我认真，而且我要告诉你。33岁这个年纪啊，在国际间是受过很多特别的调查的。嗯哼，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他33岁写的，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是33岁完成的。然后英国的《每日邮报》说，一个人的一生的33岁是他最忙碌的年纪。你今年真的应该很忙吧？我认真的跟你说，你今年这么精彩是老天爷的礼物啊，是吧？谢谢健康哥。然后你一定会越来越厉害的。有很多人点海，然后有人要说要送海报，这个、哦、哪里啊？这个可以送吗？我不知道，看你们，看健康哥，看健康哥心情，好啊、我是都、OK、好了，好，就是这里没有，就再补来就好了啊。他们 OK， 我们都有点点海耶，海啊，你要唱吗？好啊，唱啦。还拥抱天空蓝星，被真心全填满。然后歌词是什么？没关系。等待的大人也自由自在。还拥抱天空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找不回来。Yeah， thank you， 呜呼。我真的认真说，你的歌声让他们太纠结。怎么说？因为他们又想要上班，然后又想要听歌，然后他们都边上班边听啊。没有，我跟你说，这排看过去那两个都主管，他们要假装很认真，假装他们真的很认真。然后这个时间就是其实快要下班了，然后对，这也是那个美丽的总监特别的安排，他喜欢请歌手在这个时候来，然后让唱歌。对，
然后希望我们同事，然后包括现在在看直播的人，此刻的他们的时间应该也在做一个忙碌工作跟即将进入休息或是回家生活的交接。是，那歌声其实是让人在情绪上做一些舒缓或调整很重要的媒介，就准备下班去 party 了。对，然后你的歌声很适合不管塞车或车况顺畅的时候让别人可以听。谢谢。但今天这张专辑就有真的是有点小成熟的感觉。对啊，因为当了兵，对啊，难免一定会改变。哦，真的吗？当兵给了你什么样的人生当中？应该是说当兵都那么久了。对，但是他其实当了一年，然后退伍到现在说两年了。嗯，那我觉得他给我的改变是不知不觉在那一年当中，到做完这张专辑，我再去大概回想，那个很深刻，就是。会多那个时候一年当中，因为可能在因为军中里面是跟外面的社会是完全两个世界，是是，所以当你适应了那个军中的生活以后，你会在里面觉得很规律，然后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很固定，嗯，你会突然在你的脑袋感受到很多的时候是很空的，就是多了很多空间。然后你就可以去想以前曾经一闪而过但没有办法仔细思考的问题，或者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以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进入了那个人生课题的那个。对，但是聊这个哇这么少。不会啊，没事啊，他们都还好，不要这样子，现在正在那个车况那个不明的状态当中啊。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现在安全第一。当然当然，而且我们的重点在于啊，我们的那个节目啊回点率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我们就是有些时候5点开始，有些时候下午。哦，那没有没有不一定。我们要走轻松路线，就是随缘交朋友嘛。嗯哼。但我们也会做一些特别的预告。那我们的安排是为了顺应生理时钟而做。了解。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纠结在这种那个数字上， okay. 因为他们将会因为回点而也可以感受到慢慢特别的魅力。好的。对啊，你说你等了5年出这张片子。是，那刚好又适逢我刚刚讲的33岁，哎，我真的觉得很想问你，就是这是你一个设定好的发片的时间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他是怎么让你做了这个这么重要的决定？缘分啊，这个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快退伍那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无预警，放假的时候接到我现在的经纪人尚门杰的电话，他就要我帮我现在的师姐写一个歌，叫《当一个天使的忧愁》。我的师姐叫 Erica。那当中几通电话都是很单纯，在讲这个歌的制作层面的事情。后来有一次，他就突然问我说：“哎，小雨，那你退伍后要干嘛？”这样，我就跟他说了，经过这一年我的思考，我还蛮想要做一个全职的幕后音乐工作者，就是朝那个方向去。他就很热情的表达。他觉得很可惜啊，然后还能够唱，然后等等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跟Summer姐其实中间第一次见面应该也是8、9年前了的事情，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没有什么互动，那我也不会去想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还这么好像在等你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等你这两个字感觉很好，哎，那个，他是那种我们非亲非故的，是是，而且重点是他，而且他在这个行业，他整个对整个音乐产业的做这么久这么资深，他的热情在那一瞬间是，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点要怎么说，哇，对啊，你也被触动到了吧？你应该是一个很那种敏感的，然后也很期待就是得到共鸣的那种。当然了，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吧。对啊，我知道，因为身为一个表演的人都是啊，而且你创作能量那么强大，然后你又不只会写，又能那么能唱，所以一定也会希望自己可以在舞台上可以发挥啊，我们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得到更多的那种喜欢。当然，等你哎，我觉得等你这两个字太感人了。等你在等，为你等，还是学友歌的歌。哎，对对，也没关系，也是可以。Okay. 对啊。对，我觉得就是那个电话，然后后来就几次的时间，也没多久就决定，好，那我就来做这张专辑，然后就跟他要求了，说给我1年的时间，然后我想好好做这张，重新写歌，重新去思考这样子。对，然后
本来那时候还想说要找哪一个老师可以当我专辑的制作人，对，但他就说你不制作，你谁？请问谁要制作？对你都已经在做别人的专辑，你为什么自己不做你自己的专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大的肯定，太大的信任。你客气，但他给你信任，对对，然后就完成了这一张作品。是没错，这就是所谓的爱。所谓的爱。哎，那你不能只唱四个字啊！这是刚好 cue 到关键字就唱一下。关键字一定要。那而且这是最近打开电台都会常常听到的歌哎。对，但是因为最近我比较少背这个歌的歌词。你怎么可以这样？真的啊！这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那个。不只是这首歌，我其实我常、欸、我今天看到这是点歌单呢。哎，真的吗？对啊，然后他直接把歌词印给你哎、欸，我们的点歌，我们点歌服务很周到哎、欸。不然先唱这个好了。好，那先唱点歌，来宾点歌，点歌的这首歌要点的这首歌叫做《一直都爱你》，阿弟哈。哇，这是一个这个很这歌很特别，这个歌叫《一直都爱着你》。一直都爱着你的这首歌，来宾点歌，你知道他谁点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那边有一个穿粉红色套装，现在披公最漂亮的那个。对，最漂亮的那个，但是他现在无法。因为我们的哎，我们要唱一直都爱着你哦。来宾点歌，来宾好害羞，你看。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没有在我任何的专辑里面，它是在一个原声带，所以他真的爱你，谢谢。他一直都爱着你，他是今天最兴奋的其中之一。一直都爱着你，嗯，一直都爱着你，我不后退。这不是电影，不能结尾。我会让你看见，我们重来一遍。我、yeah, 一直都爱着你，心甘情愿。流星雨那天再许个愿，我们一起看见 the way to start again。哦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哦、这个好好久没唱了，谢谢。我可以 Q 他来吗？他行吗？为什么不行？他是这样会不会害我？他是这个节目那个幕后的那个推手哎、欸，他是催生那个安安大明星的。这个是我的荣幸，看你们、啊、我都可以、啊。没有没有，因为我想要让他站在你旁边唱给他听。然后再跟你比，他在跟你比。不要理他，滚上去，我那么滚上去的。我们就是每一集就是歌声感动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桥段叫仙女下凡。真的假的？这么随性，还是你自己想的梗？这真的是我们的超级的梗， oh, okay. 就是当来宾唱到感动人的时候，仙女就会下凡，然后所以那个看直播的人都想，哎，仙女下凡了，就知道说今天来宾已经深深打动了整个那个我们部门的所有的同事。OK， 哎，仙女赶快来，快点，仙女，真的假的？真的啦，仙女送礼物，你看，哇哇哇哇哇哦，仙女送了一个祝你大发的樱花口味的那个甜点哎、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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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他。爷爷们，等一下，你不要这样子啦，你过来啦，仙女，你说话啦，谢谢谢谢，你快点啦，那你牵着他的小手再唱两句就好，这你要回应他礼物，你要送一点 special， 可以来，谢谢，一直都爱着你，心甘情愿，流星雨那天再许个愿，我们一起看见 the way to start again。谢谢谢谢谢谢。哎，仙女有什么？哎，她是我们的总监啦。是是是是是。她真的非常喜欢你歌声，然后她当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你看她多懂那个粉丝。那就我就跟总监一起。我觉得你就去奔月好了。OK OK OK， 谢谢。你就跟着嫦娥走啊，我自己来就好，没关系，你们自己慢走。谢谢总监，谢谢。哎，她今天好害羞。我跟你说，上次佳佳来的时候，她就一直讲话，哎，这样说好吗？看到你超腼腆的，不是她说不出话来，我就要跟你讲。这不是我说的，建恒哥。我认真，建恒哥说的。他们回去可以看节目。他今天他脸红，我一直不知道他怎么了。我等一下帮你问他。哇，真的假的啊？他送你这个是有道理的。这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哎，这什么花 ？Rose。对啊，他在告白。谢谢谢谢。歌声陪他在人生当中工作啊，生活有很多重要的。哇，很荣幸。你干嘛说？你干嘛突然？我也有点害羞。对啊，这个。因为这个很害羞，他在看，这真的很害羞。啊，你看他就回头。但是啊、一方面，与其说害羞，因为这真的很近距离。对。那我一方面害羞，一方面也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不只是总监，其实像有一些听我的音乐的朋友，他也会比如说私讯留一些讯息给我，我都很认真去看。
他可能会说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对，几岁的时候或者什么样的阶段、哦、或者重要的事情、哦、然后是我的音乐陪他然后怎么样给他了一些什么，是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你看你的很感人的事情，你的存在对别人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这样你是你这样要很用力的一直继续唱，哎哎，刚刚那种桥段 啊应该要在你的5月26号也要出现在现场，总监要来吗？总监要来吗？你可以邀请台下的某一个支持你的歌迷啊，就让他在 VVIP 的位置唱歌，听你唱歌，这是我的小小的为了粉丝。但因为哎、欸，那个地方是在三创，不要这样子，只要你想做，没有上不了的舞台。哎、欸，这一句也是有道理。对，只要你说好，他们。但是因为我只是怕，我如果只找一个，那其他人怎么办？那就是一种 special 啊，有什么关系？但我怕他们其他人打起来怎么办？不会的，他们都会因为你而折服了，所以他们心情会是愉悦而。但其实某个层面，我也还蛮想看他们打起来。我真的觉得很开玩笑的。哎，没有没有，我跟你说，身为一种最直接的那种回应啊，我自己常常看到一些大家出去做的一些像粉丝的见面会，对，他们其实都在等这种特别的时刻。就是他们想不到的。应该是说，你总会用你敏感的心，一定会选到一个特别的人，那天一定有特别的故事。阿冠，来猜一下。啊，如果有空再来上一次，然后再开一次演唱会。好啊，我认真的，这里很适合唱吧。下次那个装备齐全一点。但我觉得下次可能对啊，有一台琴可能更好一点。有一台琴，好啊，随便一个琴。下次可以认真来找一下那个琴。好啊。哎，但我们讲了老半天，所谓的爱好像还没有唱。好啊，来啊。哎，这是所谓的爱的歌词吗？是是。哎，真的是哎。好嘞，厉害厉害。好好好。最近都一直还蛮努力在背歌词，没有什么在打电玩，就是眼睛还蛮好的，这是很小字。对啊，这个字好像有点小。那会吃力吗？啊，不会。这首歌叫《所谓的爱》。所谓的爱。对不起，我又不在你的身边，多想换回那些时间，借我借我你的手牵，让我平凡所谓的爱，我只想待在你的身边，永远多远。我会遇见，借我借我每个明天，给你平凡所谓的爱。Thank you。唱完了。嗯，所谓的爱。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们正在接受别人赞美。他说我们有印歌词给你，好贴心。然后他说你随便唱哪一首都好听。然后他们说，谢啦，真的每一首都好听，想要听旧朋友。旧朋友啊，哇塞，好喜欢，然后送你8个爱心，然后下面拍手，那个大概拍了200个拍手，好听。小雨有近视，小雨有近视吗？哎，有有，我有近视，一点点近视，一点点一些些散光。小雨在多焦吗？没有，散光比较严重一点。是哪个眼镜厂问的哈？什么多焦？没有多焦，就是说有近视、远视，然后可能老花眼。哎，好听，好听。有这种？哎，他们对你的评价就也是蛮单调的。就好听，就是很好的，常常听到好听这两个字，好听这两个字在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特别的意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也是以前大家在认识我之前，我是在做幕后制作这一块，真的，那比较不会像你发了专辑站在台上，大家给你的反应这么样的直接，所以就会比较觉得哇，没想到。自己的音乐是可以这么近距离的有啊有啊，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啊、得到回应，让大家都不免关心起来，说小雨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啊，等一下要吃什么？等一下，哎，他真的问，哎，小雨晚餐吃什么？啊，我们是要回答网友问题，不是要为难你，你有想？他说对，其实他们都会看我想，但我都很随性的，我都不太会去想。那你今天想吃什么？他们问的啦，都可以啊，都他说都可以，好不好？都可以。然后还有什么？小雨便当啊，什么都可以，便当鸡腿便当啊，鸡腿便当或者是牛排，他说可以，小雨可以唱到晚上12点，哎、嗯欸嗯，可以啦，应该是可以，好，好，那等一下转到小雨粉丝专业，我们在这边只会唱到11点半而已。哇，旧朋友，看你们牵手，你们相拥，我没说破，我转过了头。
最爱和最好的朋友，我该怎么包容你选择沉默，选择失踪而没说破？我转过了头，决定离开意外的捉弄，我只能退后。谢谢。耶，这个歌哇，突然好陌生啊！我跟你讲，他们已经点开了，就一直点不完呢，怎么办？终于说出口，你有想要唱吗？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一心想离开我。谢谢。这个，这是你，哎，这是气质自己点的。这是什么？他已经，哎，我们现在是怎样？就从此，哎，我们不用再聊天了，就一直唱好了。好啊。啊，但要先唱新的。好。这次毕竟带了这么多那个新作品来，点歌持续无所谓。但是小雨啊，还是要介绍他的这个，人家十年磨一剑，你五年做一张，那感觉来说，就是等待是值得的，因为这次。再一次被大家就是可以有机会听到你歌声的时候是真的是这种支持的那种声量就不断的涌向你，那你一定会在此刻对这张专辑有特别，你有特别想要叫他们去听哪一首歌吗？整张，整张，我知道，但有特别哪一首歌你将来一定要学起来会唱？整张，整张，那你想要在五月二十六就他们都一直跟你合唱这样子？整张，整张，对。那真的，你那一天的那个新歌发表演唱会的那个歌单，就顺着从第一首这样唱下来。哎，秘密，哦，秘密。但你会唱整张吗？你叫人家唱整张哎，然后你不唱整张，你这样有点不是很够意思。但是我现在说了就没有惊喜了。又没关系，就当天，那你当天有要一直不断的让人家点歌吗？看感觉，看感觉。嗯，你是一个感觉来的，到天蝎座很重感觉吗？对啊，蛮重的。天蝎座应该也会记恨，说你们如果没点就惨。哎，我还好，我还好。真的吗？嗯，我要看事情。哦，那哪些事会特别纠结？现在不会了，小时候会吧。啊，真的，现在放宽心，没有什么不能那个的。现在就是享受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哦，好。小雨给我了一张，应该是说你的那个公司，然后特别在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们有特别希望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现场邀请你唱这首《惯性取暖》啊，《惯性取暖》这首歌在唱之前，你要不要先大概介绍一下？《惯性取暖》这个歌是也是我第一次找歌手来帮我写歌词，对，艾怡良，艾怡良，对不对？对，这个歌我那时候一拿到歌词，我有一点点啊，顿了一下，停顿了一下，觉得有一点点，应该是说有点看不懂，也有一点点好像不是这么的认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瞬间，所以你先拿到了歌词，先拿到歌词了，然后就经过几次跟他沟通，我就自己好像体会到里面其实要表达的，就是好像跳，对，不见得他是要说什么，你可能可以用别的角度去看同样的这件事，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是在这个歌词里面去体会到，就是其实爱没有对错，当你爱一个人，你无法控制你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别人觉得你爱这个对象是错的，可是你会跟这个人说，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爱他，我有全能的力量去影响他，但是你的内心深层可能还是会觉得或许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我爱他，我是无法自拔的。然后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 MV 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所以大家再等一等。等一下，你讲这件事情，那 MV 必定有一些什么？对，请简单。MV 啊 ，MV 有一个那一天，我记得导演他一到他就说：“哎，小雨今天有那个情欲戏。哦”然后我一听到你本人参演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因为我很紧张。你有很嗨吗？很紧张，然后但是我问大家有没有很嗨。没有，我很紧张，然后一直在有点很抗拒这样子，但是又还蛮期待的。对，对手是，就对手是一个，大家看 MV 就知道。真的，我跟你讲，那个，这个是我这辈子最大尺度了。真假的？真的，我不骗你。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特别什么压福利挺身，还是压了也没有用了？其实，我觉得福利挺身有点太直接，是
有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是说会有一点点要伏笔不伏笔的那种感觉。我看了，我觉得哇塞，这个真的可以播吗？我真的觉得。但是对，那但是这个会在我的那个。你的全球首播日是哪一天？要订你的那个 YouTube 的频道才会看到。现在还在，因为里面还有些东西要修改，还没有定时间。但是就是该打马赛克的地方正在处理。我不知道那个马赛克，即便是上了，还可不可以播？我不确定。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I don't know. I can't tell. I can't tell. 适合几点看啊？任何时间。你首播定半夜三点吗？不要啦，那时候没有人看嘛。不要这样子啊，那也是一种赛，就告诉大家说，哎、欸，我有三点才跟你说可以上架，你夜间我不知道这个，那适合爸妈陪伴看，就是。我觉得还是对啊，陪伴，要不然就是如果真的太小就不要看，先把孩子哄睡了再来看。所以有超过以前，你他说就对了，你看他真的很直接，你的朋友就这样子、欸，哎、啊，就是订阅就对了。就是最近刚成立一个我自己个人的 YouTube 的频道、哦、那你去订阅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 MV 这样子、嗯、那大概唱到哪一句的时候画面最激烈哇等一下就从那句开始唱好了让大家可以期待啊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会在比较后半段的时候比较后半段那不然这样好了、嗯、就是因为那反正 MV 你有参演啊嗯那你等一下这样唱下来的时候唱到那里的时候你就用那个方式唱哦，不行，这样拜托啦，这样会剧透啊，是啦，这样子会爆雷。剧透这种，那还有爆雷？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那只有歌声传递出来，那是这个人有想象力，这跟爆雷没有关系，这是心灵相通。我自己最近还蛮怕爆雷这件事情。没差啦，最近就是一定要爆雷，才能够把秘密这件事情延伸到最强大的效益。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秘密。这个是我前男友那首歌，叫做我们说，没，当我接不下去，我就只能唱歌。我懂你的明白，我现在有点懂，其实你很好笑。是吗？就是对你用一个很特别的文青音乐感去化解那个语言上的障碍，无法衔接的那种障碍跟尴尬。对对对对对对，哇，建安哥真的是姜还是。对，我真的比较辣，比较辣，超辣的，好辣。那最辣的是刚刚来听你唱歌的，那个比较辣，她是仙女。好，你是有没有唱？要。惯性取暖。惯性取暖。哎，那你有叫艾阳唱过吗？你说请他唱吗？这首歌我们没有合唱。我知道，我是说他写的，你没有叫他。之后可能会。一定要。之后可能会，但是他不能，对啊，之后一定会啦，我觉得一定会。一定是。嗯，好，唱歌，先唱。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流迹的汗，卑微拥抱你给的残骸，我一手好牌，选择贪婪，不怪谁有惯性取暖，又离开，但我们都没有看穿。谁会在？谁不会在？谢谢。听你的清唱啊，就是有一种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嗯、就是人家正听着陶醉的时候，你就说谢谢。嗯。啊，你再继续唱下去，你会有事吗？那个习唱如金啊。我懂，我懂，就是你这样子，就是吊人胃口，但是。他们说你唱一句就魅力无穷，就像是预告一样。有我懂，我坐在那个 V I P 的位置，然后就觉得今天这张票买的还不错，然后就想，哎、欸，音响有事吗？怎么突然坏掉？哦，我懂你的感觉。你有懂我的敏感？有有有。你习惯在怎样的状态之下唱到那里？唱到那里什么意思？哎、欸，一个人说，比方说，假设，比方我对你的访问，然后丢一句话出来，对，我会停在一个人，哎、欸，这里小雨应该可以来接到东西，或是这样接上来应该。两个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把它在此休止，嗯哼，那你一定有一个你的想法，为何唱到这里？就是习唱如金啊，然后就是一个预告吧，而且这我应该是说，我觉得清唱就是真的不能太多，因为太多它会，我会自己觉得会有点干，我自己觉得啊，不会啊，我不知道哎、欸，真没有啦，不是声音干，是。整个情绪跟状态，我没有任何的乐器，然后我会没有办法听到就是你知道音乐旋律的那个叫什么，乐器跟旋律的那个交错的那种情绪，对，
这是点歌的歌名吗？还是最后一播出的时间？最后一分钟，这么快？现在几点了？因为我们播很久了。哦，真的吗？Oh my god，真的播那么久了？我不知道哎。不是说要到十二点？可是我都没有在看，我们真的播那个五十分钟了。下次再来了，没关系。不要这样子啦，那你还是再讲一下那个，我们该做的生意还是要做啊。这张专辑叫同在，同在。那我觉得在这个聽整張对，真的要听整张，因为真的做得很用力。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可以有自己的那种 CD 专辑。哦，真的幸福。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幸运。那而且还是有彩色的壳。对啊，而且还有烫字。对啊，而且五月二十六号那一天，我觉得真的要很谢谢你们。谢谢。所以我一定会唱完帮大家签名。那也希望大家，因为那天可能时间会晚一点，要注意车子啊、车程啊什么的等等。反正期待那天见。最近我都会一直在，除了宣传以外，就是一直在演唱会的练习这样子。对对对。对，那你会邀仙女去听歌吗？当然，如果她有空的话。仙女要去听歌吗？小雨要邀你去听演唱会。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她今天就是不正常。怎么说？那这我就说不，因为你比较了解她。我懂，她今天太少女。她本来就蛮少女的。她是，但她今天整个少女心太爆发。OK， 我他从未如此尴尬。哦，真的。他是真爱。真的。那你等一下，那个人呢？他跑去哪里埋伏了？哪里？那边有另外一个主管，他刚刚已经在这边学来学去，大概走了三遍了。你说一直看我们在？啊哈。哦。他现在故意不知道跑去哪里开会还是什么？希望可以常来啦，我觉得。我认真的，我觉得如果你不嫌弃这个环境啊，完全不嫌弃，很好听。可以真的来这里办一个小的演唱会，可以，而且这个就是舞台、啊，对，就是这样啊，四面开的啊，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有红毯的感觉吗？真的，可是这两面而已啊，外面可以啊，路对啊，可以，还有一面的，真的，对对对，真的四面台、四面台，好不好？都不用再特别做什么，格外那个。好哦。然后五月二十六号，希望幸福的人已经买到票的，就可以去跟你近距离的欣赏你的歌声，期待。然后我们虽然说最后一分钟就在你最后的一首清唱结束今天的，想听什么歌？你自己点给我们听。你最想唱哪一首歌？唱别人的也可以，唱你的歌也可以。当然不能唱别人。那唱你这张专辑里面，你今天在这三首之外，你想给我们听的。这一张专辑叫做《同在》，那我就来《同在》。好。你说你一直想着我，我也是。一路上的黑暗，心会解开，期待那一天到来。哦，我的你，你的我，同在了。拜拜，谢谢小雨，安娜明星。谢谢，欢迎小雨，下次再来，好不好？谢谢，谢谢小雨，谢谢，下次见。